放假除了同小朋友去室内游乐场放电之外，仲可以同佢哋一齐上下 cooking class， 整下嘢食都唔错噶。最近尖沙咀开咗一间新嘅亲子烘焙中心，一齐去上堂睇下啦！Kitchen 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平时 walk in 都可以上堂，这里的课程款式都有很多的，基本的 cookie、 donut 和 cupcakes 都有的。比较特别的呢，就有今天学整的 push pops。 好不好吃啊？高阶课程可以选 3D 蛋糕，12月还有限定的姜饼屋课程。除了上堂，这里还有环保小餐具卖的。玩完室内游乐场，又想玩 cooking class， 离红磡新开的 campfire place 就啱晒啦。上一层咧就是厨艺室啦。如果想专业啲，可以考虑 K11 Museum 嘅法国蓝带国际学院 Le Cordon Bleu 11月举办的亲子烹饪课程。